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里。你们是更喜欢新加坡跟台湾的白天还是夜晚呢？跟我来上去看看。白天透过玻璃可以看到对面的风景，晚上也有不同的灿烂，可以看到灯火。这个是从最高点往下看，白天能看到绿草红花，晚上能看到神秘的紫色。白天能清清楚楚看到栈桥和风景，而晚上栈桥会亮起来，在吐上水汽，更有神秘感。这花在晚上和白天有不同的颜色。我们从 Garden by the Bay 出来了，你们是更喜欢白天的灿烂，还是晚上的神秘感呢？屏幕下让我们知道。阿里带你新加坡吃喝玩乐，拜拜。